欢迎收看本集的《快乐冲动拽身强牛逼六六六之极限运动攀岩人生教学篇》，我是小白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如果大家上次的拉前轮还有勾后轮都还没有学会的同学，一定要去看一下第一集跟第二集的影片哦。好的，那今天这一堂课呢，要教大家双轮跳。什么是双轮跳呢？就是两个轮胎一起飞起来，叫做双轮跳。好的，那今天要教大家双轮跳。双轮跳呢，我这边先示范一下，一样，正脚在前面，然后身体还有手跟脚一起同时同步蹲低，蹲低之后，利用第一堂课教的勾后轮的那个动作，把后轮勾起来。然后现在多一个拉前轮，一起。好的，那如果双人跳比较熟的同学啊，可以试试看在地板上找线，然后跳过去。活用之后就可以上楼梯。好的，那如果把双人跳活用的同学，可以挑战试试看大格的楼梯。好的，那在下一集的影片呢，我会教大家前后点平衡，就是利用刹车还有身体的弧度，这样子前后前后。好的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有任何脚踏车的问题的话，麻烦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在最快的时间点回复你。